妻为钱激烈争执。你是我老婆哎，你有老公人，你给我戴绿帽子，你敢说你没有？哎，你跟你房东太搞暧昧，说什么？什么叫戴绿帽子？哎，这房东太太对我好不行吗？太太对我好，帮我整理一些内务，帮我洗衣烧饭，甚至折内裤。他比你更像我老婆。我是你老婆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他只是要挑拨我们之间的感情。在我心中，你只是个花瓶而已。什么叫做花瓶？你做什么工作啊？一个月可以买 LV 的包包，买 Gucci 的包包，是什么工作啊？是什么工作？是做机是吗？你说什么？哎，不要乱讲嘞！老婆偷人，老公出轨，你和男人去赚呐，是帮乞丐女人赚呐，哪里还多债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说？我说的这么难听？我们有做鸡吗？是的，我们有做。你最好承认哦，我叫房东太太出来，你就难看了。什么叫做难看？你有罪罪吗？还好他是跟我老公上宾馆，好，在酒家的照片。那你还不承认啊你？还不承认了你？我跟你老公只是金钱交易，你有没有搞清楚啊？承认了哈。好，不要。为了还债下海应招，我根本没有办法还他那么多钱呐。所以怎么样？就下海。所以你是不是鸡？你是不是？你说干没有？什么叫鸡？你讲话最好一点喽。你是不是鸡啊？好，不要动手了，不要打来打去的哦。你要跟他在一起。你在干什么啊？我宁愿有这个有钱的老婆啊，我也不要你这么肮脏的人做我老婆。你说够了没啊？说够了没有？哎，谁？你这个是窝囊废，你这样子卖茶，这样子卖茶，就你这色男人吗？不要离婚，你不要离开我。彩娟，你不要这样子。滚啊！滚！我真的爱你。起来，你起来，你起来，不要这样子。分手擂台谁都跑不了，难道人一生下来就被命运所掌控吗？有人说是命是与生俱来，而运是后天可以改变，当然有人说人定胜天。今天委托我们这对夫妻，他们的命运又将会是如何呢？欢迎收看我们分手擂台，马上介绍我们今天三位陪审团。第一位介绍是我们良心作家吕如中先生。凡哥好。大家好，我是中。好，第二位介绍是我们漂亮可爱的方宇小姐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凡哥好，我是方宇。好，第三位介绍是我们的艺人马里奥先生。大家好，我是马里奥。好，马里奥好，第一次来上我们的节目哈。好，三位辛苦了。是。好，马上来介绍我们今天的委托人，一起来欢迎阿翔先生来。翔哥，你好。好，你好。好，阿翔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来，请自我介绍一下。你好，我叫阿翔，今年25岁，是自由业。那结婚了没有？结婚了。结婚了。结婚多久了？3年。3年了。今天要控诉什么？你要控诉我老婆，她对我不忠实，是，而且外遇，跟我房东先生上床，还给我戴绿帽子。好，我们阿翔非常生气哦，最恨的就是老婆给老公戴绿帽子。对，所以一定要来好好来控诉一下。好，老婆叫做彩娟，彩娟，来一起欢迎彩娟来。真没有没出息的家伙！你说什么？你不知道给你戴？你有老婆？你有老公的孩子？你说什么？你有什么叫戴？你是我老婆哎！你有老公的，你给我戴绿帽子，你敢说你没有？哎，你跟你房东太太搞暧昧，说什么？什么叫给你戴绿帽子？人家房东太太对我好不行吗？什么对你何在？我是你老婆，你们搞清楚状况。你，我是你老婆，哎，谁要给你戴绿帽子？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说啊，你说啊，拿出证据来啊，你说啊！不要脸的女人，不要讲了。什么叫不要脸？你再会不会客气一点吗？我是你老婆，哎，你就是不要脸。谁叫不要脸？好，不要一出来就吵了哈。来来理解一下，一个就说你就是不要脸，一个说你跟房东先生又是个房东太太，什么都出现了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委托人阿翔，认为我们彩娟就是有外遇。好，我们先问一下彩娟有没有，你有对不起阿翔吗？没有。没有，肯定没有。那他为什么误会你呢？我没有做什么啊。是。你呢？你说我有什么？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说嘛你。好。我什么都没有做啊。那、啊、为什么会你会想说我们彩娟有外遇呢？是为什么呢？你觉得你为什么他会产生外遇的主要原因跟你有没有关系呢？有可能有关系，可是他真的有外遇，因为我们有调查过。有调查过？对。怎么调查的？
请征信社来调查。调查怎么样？发现他就是有跟房东先生一起去宾馆。好，这样吵也不是办法，来讲一些让大家能够理解的，好不好？来，阿翔，请讲来。想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刚毕业，然后认识了他。他那时候在做美容小姐，是。然后我去买他的美容产品以后，约他出来吃饭。吃完饭以后，我们去看了几次电影，也去唱过几次歌，甚至有时候去打撞球。因此，大家就有比较好的一些感情。然后我也送他玫瑰花，甚至因为买不起戒指，所以我送他一些比较便宜的礼物，像是巧克力等等。然后呢，他说，因为我们发生过关系嘛，所以他说，那我们干脆结婚好了。可是我想一想，我又没有钱，那我怎么跟他结婚呢？是。他说他爱我，我想我也爱他。我又送他过那么多东西，又跟他在一起那么久，已经半年了，所以想一想，还是结婚好了。但是那种日子真的不好过。刚结婚开始，我没有什么工作，那时候想要去学机车欧都拜的师傅，一个月大概赚10000多块当学徒，然后后来赚了20000块。但是有一次因为机车店失火，然后我就没有工作。那你现在为什么觉得采掘有不好的地方？他到底有哪里不好吗？那你值得这样来控诉他吗？啊，还是采掘你有没有什么要控诉阿翔的？他欠你屁股赌债，我赚钱，我兼差，我还不都是为了你？我这么爱你，结婚都3年了，1年我可以忍受，2年我可以忍受，现在呢，你工作时有时没有，还要我兼差这么多，为了你欠赌，欠了200多万。好，为什么欠200多万？到底赌什么东西呢？麻将啊，然后还有去外面赌什么的啊。好，有没有赌麻将？阿翔，我有赌麻将。有没有欠200多万？有欠200多万，这事实，这是事实。但是因为我当初一开始赌的时候，有赚10几万，然后好的时候，就是你赌赢的10几万。对对对，然后就赚了。打麻将赌博可以用赚的这种吗？当做一件事业。打麻将能够养家吗？那时候赌赢了就会有毒瘾，有毒瘾在的话就会想要一赌再赌。借口。是。我有给过你10万块分红啊。那又怎样分红？赌是不能够养家的，你有没有搞清楚啊？我没有想到要欠200万那么多嘛，什么叫做想不到？我真的没有想到啊！所以欠200多万，那谁来工作？谁来还钱？来，你知道我做了多少工作吗？我为了要帮你还那200万的债，是，我做了多么辛苦，结果呢？你还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赌。好，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够还清呢？彩娟来告诉他，对你付出了多少？你让阿翔知道做了多少工作，做了什么样的工作？对，我一天接了3、4的差，我在便利商店，我带小孩，我等等的工作，你以为我很好受吗？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？你怎么给我承诺？你说要给我吃好的、穿好的，结果呢？你居然要我来养你，帮你还赌债。你有没有搞清楚啊？你怎么这么没情绪啊？我没有，你凭什么说我给人家包养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诬赖我？我觉得房东先生跟你很暧昧。我确认你们现在租的这个房东先生，租房子这个房东先生跟他很暧昧，怎么样暧昧？因为房东太太曾经跟我说，他们曾经就是房东太太有看到他跟房东先生，一起搂搂抱抱的回家，一起喝完酒，喝醉了，然后从计程车走出来，搂搂抱抱，然后卿卿我我的，然后亲来亲去，然后甚至勾肩搭背这样子，让我觉得那时候很怀疑他跟房东先生可能有染。我比你有能力来照顾我好不好？他比你有能力耶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房东比他有能力照顾你？怎么会这样回答呢？对，那你就跟房东在一起就好了。你只会说我跟房东先生怎么样，那你跟房东太太呢？哦，每次你都我们吵架的时候，你都说房东太太多好，帮你洗衣服，帮你煮饭，帮你怎么样？我是你太太，你以为我听得很好受吗？你这是怎样？你是怎样？我是你老婆哎，而且为什么做家？人家房东太太对我好，帮我整理一些内务，帮我洗地烧洗衣烧饭，甚至折内裤。那什么叫折内裤？好，什么叫折内裤？他帮我洗完衣服以后，就会帮我折内裤啊。他干嘛帮你做这些事情啊？对，为什么做这么亲密的？不要这么亲密啊！超过房东的这个义务了吧？好，
所以我们听得出来哈，房东太太，所以你好，彩萱，你认为他跟房东太太怎么样？你要搞暧昧好不好？做家事，你说要跟他这样那么好吗？有说有笑的，我看在眼里，我多难过啊！我是你老婆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跟房东太太这么暧昧，他比你更像我老婆。我是你老婆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？我是你老婆哎，什么叫做他更像你老婆？你说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你的工作呢？你有一招没一招的，他对你介绍工作很了不起吗？他只是要挑拨我们之间的感情而已。在我心中，你只是个花瓶而已。什么叫做花瓶？我赚钱帮你还债，什么叫做花瓶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辜负我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？这是花瓶，不做家事。那床上呢？内裤都折了，是不是有上床？你说有没有上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那为什么每次我来跟你讲房东太太的时候，你要对我那么凶，还帮他说话，然后对我很不满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赚钱就是老大，是不是啊？对，我就是赚钱。因为你赚钱就是老大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真的没有用，还要我替你还债？我只有这次娶错人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什么叫做娶错人？听得出来阿翔真的很要离婚，对不对？一直想要离婚。我们最后问一个，你跟房东先生到底有没有暧昧关系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是他跟房东太太。你跟房东太太有没有暧昧关系？没有。两个都说没有，这是个误解，这是个错误哈。没有就是没有。现在目前遇到的还是因为工作上没有钱，钱从哪里来？没有钱怎么生活？对。就是因为没有钱，我怀疑你怎么赚六七万。什么叫你怀疑赚六七万？什么意思？我发现他每个月的户头五号的时候都会有六七万的钱进入他的户头。OK 啊，他跟你说他有三份工作啊。钱财啊！你说你做什么工作啊？一个月可以买 LV 的包包，买 Gucci 的包包，啊？那是做什么工作？还可以帮我付房租，然后又帮我付一大堆赌债什么钱的啊？那种工作怎么来的？是哪一种工作？是什么工作啊？是什么工作？是做机是吧？你说什么？哎，不要乱讲哎！我们有做机吗？我们还有做。你最好承认哦！我叫房东太太出来，你就难看了。什么叫做难看？你有证据吗？还让他去跟我老公上宾馆。好。在酒家的照片。那你还不承认啊你？还不承认啊你？我跟你老公只是金钱交易，你有没有搞清楚啊？承认了哈。好，怎样？